欢迎大家继续收睇耀财财经台嘅直播环节，咁嚟到系问答嘅时间啦。如果大家有股票嘅问题想问，打嚟我哋嘅问股热线2046566，或者将问题电邮俾我哋都可以，电邮地址 ask@bschannel.com。我身边嘅嘉宾啦，就系咧我哋嘅分析员啦，谭志乐安来同大家解答股票疑难噶。安来你好，阿咩你好，好事不宜迟啦，咁啊听听嘉玲观众嘅电话，电话旁边有尹小姐，早晨。系早晨啊，两位系啊，听你帮下手，我就想买呢个941，咩价位入？好啊，中移动编号941啦，而家嚟讲做紧95.1，暂时嚟讲咧就跌紧7毫啊，跌幅唔超过1%。咁见到个股价啦，暂时嚟讲近日啦都有少少嘅回调啊吓。嘉玲观众想买，应唔应该呢个时候买啊？其實中移動本身的基本因素已經不錯的了，再加上你說現階段的焦點講到滬港通方面，對於內地投資者來說，始終講緊中移動整個內地方面最大的電信公司，大家都知道一直有個壟斷的優勢在這裡，我都相信滬港通落成之後部分的資金對這隻股票是會有興趣的，所以這些位置都開始可以有個偷步的炒作在這裡。我覺得這些位置買入最主要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個直播率是吸引的，因為我都相信調整的空間不會太過大。從個技術層面看上面，就92元這些上升之前留下的上升裂口，收補是有這個風險在這裡，但是就算收補完都好，我相信都不會那麼容易跌穿92元這些位置的，所以這些位置買入只要將指示價升回90元，承擔的風險都是 5-6% 左右，我覺得是可以的，所以我建議你如果真的要買的這些位置都可以考慮去買的，只要將指示價升回90元左右，這隻股票暫時來說短線可以看回阻力位100元這些位置，但是如果能夠突破100元這些位置，我相信勢頭會有利順勢可以再突破買之前的高位，即是102.2這些位置的，如果穿埋這些位置，中移動我覺得都有條件望回可能105甚至110元這些位置的。尹小姐可不可以啊？第二隻股份想問哪隻？698啊，我想轉下去咯，係咯，698。698係咪？通達係。係，即係想。我有貨嘅，我有貨嘅有貨嘅1.05元啊。哦，1.05元有貨係咪？係啊。好啊，我想轉過去咯嚇。想轉過去941。好啊，咁啊，見到通達集團啦，咁啊六九八啦，現時嚟講做緊1.07元先，咁啊嘉玲觀眾1.05元先有貨，而家呢一升緊咧接近3%啊，嘉玲觀眾想轉碼，先問一下安來你先啦，其實佢賺緊兩仙喺手嘅啫喎，好冇呢個時候就先能止賺噶嘛，轉碼去到941啦。嗱，咁講緊通達近期嚟講都見到有個初步突破嘅現象嘅，咁始終講緊呢間公司啦。就講緊做啲從事同一啲智能手機相關嘅分銷啊等等嘅業務喺度啦，咁同小米都有個間接性嘅關係喺度，咁近期嚟講炒上去都唔排除隨住小米呢啲嘅消息而因此炒上去嘅，咁所以從個短線個走勢上面啦，從個技術層面睇翻，見到呢只股份近期嚟講都有個初程突破嘅現象，咁如果睇埋後市啦，突破埋1.08元呢啲位置啦，咁的確股價可能會有機會升多陣噶，咁所以呢啲位置轉碼好唔好啦，我都覺得只係50-50。我都覺得你話始終兩隻股份比較，我會睇好翻中移動少少。咁但係從翻個技術層面上面睇翻啦，現階段不妨睇翻後市真係能唔能夠突破埋1.08元呢啲位置。如果突破到嘅話，不妨可以睺翻股價大約升到去1.1元左右呢啲位置啦，先去考慮減持離場嘅，即係先去考慮做一個換碼嘅部署咯。好，尹小姐，仲有冇股份想問？係，多謝曬你，暫時咁，唔該你。好啊，多謝曬你電話收真。好，拜拜。轉單下位嘉玲觀眾啦，電話旁邊有李小姐，你好。喂喂，係李小姐，請講。我想問國美電器啊，而家呢個價入唔入得到啊？好啊，咁啊，會上望幾多啊？好啊，咁見到國美電器493，而家嚟講做緊1.1元啊，咁啊暫時嚟講跌幅咧就係接近3%。今日嚟講亦都見咗啦52周嘅低位啊，1.08元，咁啊見到呢兩個跌幅嚟講咧都幾急啊嚇，主要都係見到啦就係有大行去到咧長淡去啦，咁變相咧個股價就受到咧就係即係打擊啊嚇，呢刻都跌緊落嚟。嘉玲觀眾想買喎，你點睇啊？嗱，國美近期咁跌得比較急啦，咁始終冇辦法嘅。咁你話其實論之前佢哋個業績表現唔算話特別差啦，咁再加上都有消息講到佢哋喺個光棍節嗰段時間。一啲嘅喺個網上嗰個銷售上面啦，有個10倍嘅增長喺度，咁當然係因為基數低嘅問題啦。咁但係都整體個表現係唔錯㗎。咁但係你話見到今日近期個股價跌落嚟啦，最主要市場對於佢哋之前啊去買入徽商銀行個股權上面啦，就喺呢方面嘅睇法睇得比較審慎嘅。始終第一啦，講
間公司用一個日價去買一啲嘅內銀股啦。內銀股未來嚟講又唔係話睇得特別好嘅情況下啦，再加上覺得啦，你話買入徽商銀行之後帶來個協同效益唔係話真係咁大，咁所以喺呢方面嘅睇法啦，都令到啦市場睇得係比較淡少少，股價嗰個回調壓力係比較大嘅。咁呢啲位置去唔去博反彈啦？我覺得就論直博率睇翻上面啦，跌到去呢啲水平嘅話係吸引嘅。咁但係我覺得你就一定要做好個風險管理啦。如果真係要去買住啦，見到琴日都一度好似見底嘅狀態，但今日都再次去沉底，呢啲位置我唔會建議你買住嘅。如果要博嘅話，不妨喺一個一樓下呢啲位置先考慮去博，喺一個一樓下呢啲位置去買入啦，將個指示價set翻係一蚊，唔跌穿一蚊嘅話，睇翻有冇機會反彈到一個二號呢啲位置先咯。好，李小姐呢題解答咗啦，仲有冇下一題？八啊，係幾多號啊？1358啊，我469入咗嘅。嗯，係1358係咪？係啊。四啊幾入咗啊？聽唔到。469。好啊，4.69買咗噶嘛，現時嚟講就暫時要食緊錢啦，而家做緊係4.51噶嘛，暫時嚟講跌幅超過咧就係1%噶啦。呢只普華和信啦嘛，而家呢一刻暫時嚟講都要跌啊，股價其實嚟講咧跌咗咧就好幾日噶啦，咁啊應該點睇呢只股份咧？呢個50天線可唔可以做一個支持位啊？嗱，的確比較關鍵會睇翻50天線呢啲嘅支持位嘅，咁你話呢啲位置點樣睇啦？其實呢啲相關醫療設備嘅股份啦。整體而言，我相信你話基本層面上面就唔算話太過差噶，咁所以啦，只要一個技術層面上面冇一個特別轉差跡象啦，我都唔建議你話冒然去沽售翻呢只股份，因為你從翻成個技術層面睇翻上面啦，見到上次個前升浪個頂部啦，大約係4.5呢啲位，4.45呢啲位置啦，同條五十天線4.45嘅水平係比較相近嘅。如果唔跌穿條五十天線啦，暫時嚟講就未必話需要即要急於指示住㗎，因為唔排除個股價之前見完5之後調整一成左右，掂到條五十天線之後可能會再有機會反彈，所以呢啲位置我就建議你個策略上面啦，可以考慮將個止蝕位 set 翻喺4.4呢啲位置，唔跌穿4.4啦，我覺得你話暫時講可以繼續揸住先 ，hold 翻個股價升到去4.8啊，甚至5呢啲位置先考慮去沽出離場啦。好，咁啊，多谢晒呢位嘉玲观众嘅查询啦，希望都帮到你跟进电邮方面嘅问题啊。咁有位张小姐啊，想问只1829啊，中国机械工程，咁啊，想问下嗰个前景如何，同埋股价方面嘅表现应该点样睇啊？咁啊，暂时嚟讲佢就未有货嘅，咁啊，见到1829啦，而家呢刻做紧系5.31，暂时嚟讲都跌紧超过2%啊。咁股价啦冲升过后啦，咁啊有翻三日嘅就系阴烛喺度啊，回调翻落嚟。其实应该点睇翻呢只股份咧？咁啊，嘉玲观众未有货。很明顯有些興趣了，建不建議買啊？其實你說對於這隻公司的基本因素看法上面，我看得比較中性的，始終說近期來說的確沒錯，內地的一些相關基建項目啊等等的相關板塊是炒了上來，中國機械工程始終說了最主要從事可能一些海外上面的一些基建工程，你說但是看回啦，講緊佢哋和本身做開的一些主要幾個海外的地區，包括好似菲律賓啊等等呢啲地方啦，見到同中國的合作關係啦，又冇話有咩特別強勢喺度，所以我都相信之前嗰個升勢啦，可能真係順勢去炒一炒。咁所以呢啲位置嘅時候啦，反而擔心過啦，之前升得咁急嘅情況下啦，未來嚟講會有個調整嘅風險喺度。咁所以你話從翻成個技術走勢啦，睇到其實現階段個勢頭就唔算話非常之良好嘅，5.2呢啲支持位啦，都未必話咁容易能夠守得住。咁所以最關鍵嘅會睇翻會唔會跌穿5.2。呢啲位置，如果跌穿埋5.2呢啲水平咧，即系十天线又跌穿，之前个低位亦都跌穿咗啦，调整幅度可能会有机会加深，试翻可能4.8呢啲位置都一啲都唔出奇噶。咁所以我觉得呢啲位置嘅时候，不妨睇一睇先。如果真系跌穿埋5.2呢啲位置啦，就要加倍小心啦。好啊，唔该晒阿奈啊，亦多谢晒啦，嘉玲观众嘅电话查询啊。咁呢节时间都差唔多，咁啊，先同阿奈做翻申报先啦。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噶？冇持有噶。好，唔該曬，想同大家都跟進一下啦。今日嚟講 A 股方面嘅收市表現，三大指數都係向下噶。上證指數啦跌咗8咁啊，收報喺2485，深證成指繼續跌幅係最大啊，跌超過1%，跌咗105，收報8305，滬深300指數跌14，收報喺2579。